参见公主。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启禀公主，张柬之已经派人把武三思家中藏有弥天伞的事告诉了狄仁杰。这回他们死定了。张易之已经彻底投靠了武三思，我怀疑他们会对公主不利。哼，这群混蛋，我会给他好看的。你立刻回去，别暴露身份。如果有什么可疑的情况，立刻回来禀告。是公主。哼，我尹霄杨长，到时候就算太子不追究此事，武大人也必有所获呀。眼下关键是把旨意带回来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啊！放开我！怎么，老爷，他在门外偷听。阿星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家法伺候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可惜呀。大美人张大人，不要可惜，像他这种货色比他好上十倍的我也有的是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